十八，奋斗必举，方能成业；而奋之过猛者，则易败业。何故如是也？过猛则易失志。凡事之顺，皆出志理。帆船借风而行，风之过盛，则帆杆必折。一切事情的顺利获得，都是出自智慧，是在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的前提下努力争取来的。要努力奋斗才能成就事业，但是如果奋斗的过程中凭着一腔热情无智慧的行动过于迅猛，事业不仅不会成功，反而会带来失败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因为奋斗的行动太猛，往往在时间上仓促，容易欠缺思考和理智，欠缺计划的完整性，因此就容易脱离客观实际情况，偏离事物本身实质，从而使事业不能成功。正如帆船本来要借风才能行的，但假使风太大太猛，就会把帆杆吹断，其结果帆船无法行走，就地停步。做一切事业都是如此，奋斗是必须的，但是方式方法要恰到好处，要符合法度，不能过于猛烈，失掉理智。